当你真正喜欢一件事情，你总是想要做到最好。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核电技术，华龙一号就是要为人类提供环保低碳的清洁能源。我们一定要把今后60年甚至100年可能发生的所有不安全因素考虑到解决掉，这就有了特有的能动与非能动相结合的安全防护体系，是中国的核电人能够在国内外同时建造6组华龙一号的底气。我想这个底气还来自于我们核电建设工业体系的完善。作为全球唯一一个30多年不间断建设核电的国家，带动了核电装备的全面国产化。中国正在加强国际能源合作，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全球核电能源体系。华龙一号，造福人类能源消费。